新观点。观众朋友晚安，我是阿关，谢谢您，欢迎收看五四新观点，我是新观点。残忍割喉杀女童的龚崇安在今天二审宣判仍然逃死。在今天刚巧有小学生去参访高等法院，就在龚崇安的案子在旁边的旁听席旁听，想不到小学生出来之后竟说这是什么法院，所以我们在今天确实要来好好讨论这是什么法院。他们在今天还带你来关心的是万点行情，终于看到了，在今天终于看到了一万点，但是只有一秒钟。这是故意拖延要到520才要展开庆祝行情吗？还是万点魔咒又来了？等会告诉你答案。他们刚才介绍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前刑事警官高仁和。阿官好，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骆智。阿官好，大家好。邀请到儿权会理事陈修将。阿官好，大家好。好，邀请到法制时报社长黄月红。阿官好，大家好。龙毛牧师陈文斌。阿官好，大家好。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阿官好，大家好。赶快带你来看龚崇安又再度逃死，民众骂声不断。北投女童割颈案上午二审宣判，法院借题嫌犯龚崇安到庭听判。龚崇安，你希望自己被判死刑是不是？面对询问没有任何表情，态度很平稳，结果出炉，龚崇安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再次逃过死刑。2015年，龚崇安一个人带着水果刀跑到北投文化国小，随机挑上一名年仅8岁的流星女童，割脖子将她残忍杀害，遭检方求处死刑。一审判决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二审结果一样，法官认为经过医院鉴定，龚崇安有50%以上的思觉失调症的症状，经过教化治疗可能回归社会，不需处以极刑。但今天在庭上的时候，龚崇安听到自己的判决结果，他其实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也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又逃过死刑。龚崇安很冷静，家属得知结果暂时没有回应，全案可以再上诉。三立新闻代表陈张正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龚崇安有没有可能是诈病逃死？一般人都认为一起中风啊。我讲哦，这绝对有可能啊。嗯，因为吼，今日吼，我看这个判官吼，我就知影讲啊，伊过去拄到这个天龙国的法官啦。你知影今日新闻吼，咧讲吼，讲伊讲吼，他在监狱里面是有治疗的可能性，吼，然后可以重返社会。我请问这个法官，你敢知影监狱是安怎来教育的？伊唔知影嘛，对不？啊，我讲你一个讲，你一个。只是愈加愈大尾啦，吼，袂愈加愈细尾啊！你今日讲哦，你今日讲你凭借精神鉴定，你就讲有50%的可能是真的。50%的可能不是100%哦。对啊，那其他也有罗总的医生说，他其实是正常的哦。对啊，那其实你为什么不讲说他50%有可能装的？有可能吗？有可能啊！我跟你讲哦，常常哦，阮做兄弟的人，你知影无？社会哦，啊，做兄弟的人留一句话啦。你做兄弟，你也无一本精神手册，你就不是兄弟啊！一本什么手册？精神手册。精障手册哦。对啊，现在来讲，所以你停车拢会当停车停那个？会使啊，停残障车位、啊。残障车位啊。对啊，看病吼，你去看精神科，搁免钱啊，政府搁甲你补助一个月看偌济啊，对不？所以兄弟拢有精障手册，为什么还有精障手册？我讲阿官仔，你就唔捌啦。较早哦，阮一个老大个吼，为着。变啊，白盘啊，去人台死一个，啊，去人台死一个吼，伊就请一个师吼，安怎编都无效啊，关10几年才回来。嗯。关10几年才回来的时阵哦，伊一天吼，甲另外一个律师，啊，迄个律师吼，咱讲，咱有即卖有一个龙马律师吼，啊，阮嘛有一个师弟啊，讲有一个龙马律师啦，写了叫流氓律师，黑道律师啊。对，啊，伊个兄弟开嘛，哦，啊，爱啉嘛。啊，结交的拢三教九流嘛，对无？所以阮就甲取一个外号，就讲流氓律师。伊迄阵吼，咧甲阮老大来讲的时阵吼，伊就讲吼，实在你迄阵吼，你若去摕一本精障手册，你就免判遮久。伊讲我是安怎讲？伊讲啊，你著去的时阵讲，我著有精神疾病啊。伊讲我精障手册要安怎摕？伊讲啊，你著去精神科看就好啊。哦，啊，就开始，伊就开始教，你知无？教讲。您即摆去精神科的诊所吼，啊，着安怎讲，着安怎讲，对无？哦，律师尴尬。对啊，律师尴尬。所以律师吼，我用律师吼，教人真熬啦，拍官司反正无遐熬啦，你知无？啊，所以吼，甲教来了吼，教来了，阮就，譬如讲啊，我就去啊，我就走。律师应该开演员训练班了。对啊，我就走去
台北市罗斯福路要一间精神科诊所去，啊去吼，我来讲，啊医生医生，啊最近吼弄个乌白想，伊讲个乌白想啥，啊想要死啊，啊想要跳楼啊，啊你怕生有忧郁症啊，你有忧郁症忧郁症，对啊。啊，有时啊吼，脾气来吼，会阁乱摔物件。哦，赵医生，赵医生。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医生讲，哇，安尼，你安尼无食药是毋食看嘛？哦，啊，你两礼拜啊，再过来。啊，两礼拜去吼，啊，医生都无效，啊，无食药当然嘛无效。就去又无效。你全部都无病，当然无效啊。对啊，啊，我跟你讲吼，嘿，药啊有效，我嘛无可能食，食伊就消药啊，对不？啊，食了拢眼神拢呆滞，你知无？爱困。嘿，对。所以吼，你讲第二遍我去吼。赶快哦，伊拢记录哦，药啊搁食，啊，即马搁来就讲，所以就是制造病例记录。对哦，哎，陈先生，你即马唔免两礼拜来一遍，你一个月来一遍了，哎，你一个月来一遍了，我即马一个月来一遍啦吼，即马持续去半年啊，遐你咧病吼，拢无进展呢，我看吼，无我开张证明给你啦，哦，诊断证明，啊，你也记得哦。证明摕咧，你也去卫生局吼，请一本进账手册哦，安尼你也莫看病就免钱哦。安尼你阿摆会跟咱清补助，我看，啊，搁会当看病免钱，啊，搁会当诶清补助，伊讲对啊，我即马提咧，即马提咧吼，就去办去卫生局去办啊，啊，伊办的时阵吼，伊还搁叫你照相片咧，伊搁叫你照相片咧，啊，相片即马打咧，我经常手册一本啊，就跟咱妈妈手册迄同款意思啊，我相片打咧，我另外一本扎咧，一本扎咧，我咧一边吼开人的时阵吼，迄律师吼。海底书吼，搞我拍到变相啊！你讲台人刚去买菜呢，我有一边台人的时阵，你刚刚是你去买菜呢？啊，你习惯啦，你我跟你讲，我习惯啦。啊，一边台人的时阵，迄律师吼，安怎甲拍到变相害？嘿吼，去吼，我哎呦，经常手册吼，有躁郁症啦，啊，躁郁症的人吼，拢较冲动。你若小啊吼，甲讲一下话吼，甲激到吼，伊就冻袂掉啊。哦。吼，伊就冻袂掉啊，所以伊就气愤啦，对不？伊就气愤啦。嘿，有时啊，律师哥，你甲讲，哎，斌啊。我讲哦，你后摆抬人爱较细腻个哦，你莫业务是倒一抬，莫摕西瓜倒一抬，摕开山倒一抬，上好吼，你摕一个锯啊吼，伊个抬吼，我讲锯啊，你知无？锯子，嘿，锯子啊！你这美国在哪里呢？啊，你锯啊，伊个抬吼，我讲吼，无讲你蓄意杀人呐，你知无？用锯啊吼，咱随时拢摕着嘛，对不？啊，咱虽然无可能吼，无可能。那是开山刀，就是蓄意预谋。哦，开山刀还是严重，开山刀普通。杀人分成预备犯跟临时起义了。对啊。那他是叫他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凶器朝着临时起义的方向去准备。就是你随处可得、随手可得的凶器啊。你也知影吼，你也知影，鸡啊吼，是啊。你也太能买血呢。我讲哦。鸡啊吼，抬落未轻啦，但是你无法度天啦。无法度天诶，我严重。你无法度天啦。你若机啊扑落去的时阵吼，未死啦，但是吼伤口也真深啦，但是你医生无法度听啦，啊无法度听。你现在这要求咁加济啊？啊，这有时啊，无时啊吼，哎，律师我唔知甲你讲，啥物叫做流氓律师，就是伊就是甲你搞尾，你骗讲你唔好抬杠人抬死啊，人抬死甲人抬着伤，那是无同的呢，对不？所以我们的所以精量手册已经成了免死的护身符了。对啊，较早吼，古早时代免死金牌啊，即卖兄弟也免死金牌，讲你要精量手册，精量手册啊，所以讲这恐龙外观你都唔知啊。好，休想曾经和广德强关在一起过。广德强是谁呢？哦，讲出来大家就惊，假狼吧，还嘞哈，你敢关这回归？所以你还跟很多的重刑犯关在一起过。据说呢，为了免死，在监狱里头有低阶班。还有高阶班，就是精神障碍这个哈，这是基本剧情的。哦，这个是低阶班的啊哈。我现在意思是讲，兵哥会晓的这部是较 low 的了，对吧？不是较 low， 这是咱基本爱有的，包括我家己，我伫龙总也有精神方面的就医记录。你嘛有，所以这是基本款的啦。这基本的，好，我讲一个。啊，你有旗舰版吗？哦，我先讲一个基本款的这个哈，就是。之前我遇过一个，他是警察出身的，那因为他是一次又奸杀少女的案件，警察奸杀少女，那案件叫红山，实际状况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案件是奸杀的案件，哦，然后伊拢会甲窗仔讲话，在设防里面哦，我们就一个窗口，他整天对那个窗户讲话，问他说你跟谁讲话，他就说那个少女在跟他讲话。
后来因为少女原谅，少女已经死了吗？对啊，就是被他奸杀的那个少女。所以少女已经死了，他是跟鬼魂讲话的。对，哎，啊，那唔知啦，但是唔知今宵今宵那唔知。哦，然后他就说哈，少女，他上庭在庭上，他也会跟法官讲哦，说那个少女都回来找他，然后他们已经达成一个和解的状态，少女已经原谅他了，已经原谅他对他所犯的这些暴行，然后。这不是冷笑话，下面叫做冷笑话。他实际上他跟我们哎，春有事哥啊，那咱开讲哦，就正常哎，都很正常哦。他就突然有时候要开庭之前就一阵子不太正常，就开始跟窗户讲话。对，他恭维。哎，就开始跟窗户讲话啊，这些不正常都是要列入这些看护记录的，就是监护记录。哎，对，监护记录。就是我们那个监所的主管要列入他监护记录，那监护记录是要呈到庭上的。对，然后他在庭上，他也会跟法官讲说，那个法官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他就说那个少女回来找他，那他也真心跟他忏悔，痛哭流涕在庭上跟法官痛哭流涕，真心的忏悔。他说连这个被他害死的这个女孩子，都真心的原谅他了。他希望法官可以给他机会，啊，他看似这样，精神不太正常，但是，他正常的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很难去理解说，正常我们都会律见嘛，要开庭之前都会有律见跟律师见面，要开庭之前都会律见，他律见的频率又特别高，他平常在社保，你写的是个改。对，搞不好又是他教律师的，也不一定。他教律师。对，搞不好，因为正常我们都是要开庭之前才会律见嘛。啊，你讲这是基本款呢啊？对，跟堂阿公会讲的基本款呢。我感觉已经就高段了啊。够较厉害。够厉害是安怎？够较厉害的是哈，升级版的。因为刚刚这个我讲的这个剧情，它是处理法官而已。嗯。还有更厉害的是，处理家属，连法官一并也处理了。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同房的，我跟他们有相处，在那间房有小待过一段时间。就是你的同学了，对吧？对。后来因为我受不了，我申请调房。为什么受不了？我讲原因给你听。因为哈，他不是真，他不只是真心忏悔而已。他在监所，他被告在监所的时候，他剃度当和尚，只是他穿了囚服，不是穿袈裟。我们一般被告都是理平头而已嘛。嗯。他每天就拿着电动刮胡刀，把自己那个头发全部都撸光。阿姨跟你剃度哦。对，然后他就打报告说他是要，用修行人的这个方式哈，就是被收押。然后他打报告说他申请如素，他就吃素。他每天在社房里面，因为我们不用下工厂，被告在社房他就整天打坐诵经，然后抄写佛经。他抄佛经。人家一般抄佛经都是抄那个什么《般若蜜心经》，心经啊，两百多个字而已，没什么。他抄《金刚经》还没什么，他抄《华严经》。我记得什么？《华严经》总共一部《华严经》有一百四十几万字。他分一卷一卷很多卷，他一次就抄一卷。初级版是抄《心经》两百多字的，对。高阶版要抄一百四十几万字的。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抄《华严经》一百四十几万个字，他就一卷一卷的抄那一卷。一卷佛经大概都有几万，最少都几万个字。他一卷抄完，然后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跟被害家属有联系嘛，他也不晓得地址，他就把这些佛经包括书信，就转给法院，请法官转交给他的被害家属。法官一定会先看过嘛，是，对不对？他要处理被害家属的过程中，他连法官一并都处理了，他每隔不定期一段时间，就因为那个《华严经》一卷一卷的，他一卷抄完了，然后就包括那个书信，那书信内容我依稀记得，就是他在里面就是他守着这个比丘戒，就是出家人这个戒律，对他守比丘戒，然后希望说被告家属可以再给他一次自新的机会，如果他有生之年可以再重返社会，他会以这个修行者的。这个角度去普度众生，然后这个被告家属他的母亲，他也会把他奉为自己的老母亲，这样啊，公开这样侍奉，声泪俱下，先普度自己好了啦，他先普度自己。这个是看得声泪俱下，然后久而久之，那个家属跟法官都被他感动了，连家属也被他感动，对，
他过了，因为那官司打了好几年，他被收押好几年。几年之后，那是我还在看守所有遇到的，家属开庭，居然跟法官说，我们相信他是真的有心要改过，希望可以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我后来受不了调房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哦，他除了这些行为，打坐诵经，然后写书信、写佛经这些行为之外，看似全监所的人都以为他真的是改邪归正了，但是我们跟他同房，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一块。我们那间房里面有很多书，最多的书，他除了这些行为之外，他最多的时间在看书，看什么书你知道吗？言情小说。娟姐知道言情小说的内容吗？我知道。罗曼史。对，然后看一看言，他除了佛经这么那些基本的课程做完了，他就开始读那些言情小说，读完跑到厕所打手枪。所以一起吹两经。对，他是奸，他也是奸杀的案件。我也会被逼掉。他也是奸杀的案件，然后他演了这一出完之后，在设防之内，他还是在看他的言情小说。所以伊就是食菜食个大宅了，对啊，我了解啦。我们很难去相信，我真的很少。所以你冻没掉，没有办法跟他同房了。对，看不下去。对。可是法官相信他，家属相信他。对。法官那么好骗哦。法官不会测试一下哦？有个最有趣的，前两年才发生嘛，马志玲啊，马志玲那个联动债呢，在审判的时候呢，那个二审的法官呢就故意开庭的时候故意讲笑话啊，结果马志玲就跟着笑出来。谁故意讲笑话？法官故意讲笑话。法官在庭上讲笑话，法官在庭上都很严肃哎。没有行为能力的啦，他主张他失智的嘛。对。那法官就讲了一个，在审判过程就讲了一个笑话，结果马志玲忍不住就当场笑出来。那法官当然就特别叫书记官说，请再明笔录，他也跟着笑嘛。所以用这个来证明说他没有失智嘛。所以他故意用讲笑话来测试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失智。有一个已经退休的那个庭长王炳良，他也曾经有这样子啊，他传了一个被告来说，那个纠纷现场哈，人家说你有在场啊，譬如说你的外号是不是叫欧告？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叫我告，他说好，那这样没你的事，他就故意把身份证还给他，然后说好，那没事，你可以走了。他走没几步以后，那个庭长就故意他说，我告你，你给他解决，哎，所以好，马上可以走。这个光的是跳的，对，马志玲就说，那更好笑的，马志玲到这还没结束，马志玲就是法官认为说，你怎么失智嘛，所以他们当然一直用这个在打嘛，他们认为这个失智是最好打的，因为。可能他已经有初期的现象，不一定了，因为这个医学东西我们不知道。那就上诉最高法院，他们还是自己打这一点嘛。那最高法院也是不接受这一点嘛，就很快把他判刑确定了，就要发监执行了。可是到了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其实不是检察官做决定啊，检察长呢杨志宇呢就觉得，他又失智了，所以马志玲案呢就是马志玲的老婆去关。马志玲到现在没有关，对。那我特别去问他们执行检察官，他说：“请问，那他这样失智，你们多久要去？”他说：“会了，我们会定期去看一下，看他有没有恢复正常啦。”定期去讲笑话测测看。对。然后他到目前为止，他都还在失智中。他如果哪天恢复正常，我们就通知他执行。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马志玲去执行嘛。所以，这一种，所以在鉴定里面呢，其实在办案的时候呢，检察官跟法官哦。有时候一传那个提出来的那个鉴定的名单哦，就会知道，因为鉴定人他们现在认为他在这块很专业嘛，经常到法院去做鉴定意见嘛。啊，其实呢，那个跟医生一样哦，外科医生就狂龙啊在亏得，啊内科医生就狂啊在假药的喝，啊所以鉴定人里面哦也有那种哦一看啊在笑哎，一看啊在不笑。有这种倾向嘛。事实上呢，在今天小学生说的对，他说。这是什么法院？好，不过紧接着下位大代志，紧接着带你来关心的是，这是一桩诡异枪击案吗？好诡异哦，竟然整条路调不到监视器。照理说，我们现在监视器不是天罗地网吗？金马公弯转吹毛。暗夜中，对向车道一辆辆车呼啸而过，突然这辆车却有人爬出车外开枪。啊，也开枪嘞！嫌犯朝对面车道车子开一枪，随后就逃离。中弹的一方车子直接开到了东港埃泰医院的急诊室，车上下来四个人都是年轻男子，其中后座男子手扶着腰背，最先走进急诊室，因为这名23岁林姓男子左腰背有枪伤，左腰背正好有一处枪击伤啊。经过当班的主治医师诊视后，取出皮下一个弹孔，
那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警方查扣受伤男子坐的轿车，发现后座车门确实有明显弹孔，子弹应该是贯穿车门射中了坐在车内的林姓男子。警方追查，林姓男子跟对方另一派人马大约都有10辆车，凌晨他们从八大森林乐园前碰面，飞车追了大约2.6公里，最后在省道台一线光村路口开枪，随后两派人各自离开。双方原来是先前有买车纠纷，但中弹的林姓男子只是因为网友邀约前往助阵，收到这个他的朋友的这个网路上的邀集，应该是过来助阵而已，那彼此都不认识这个对方。只因买车纠纷，就在省道上飙车追逐还开枪，警方说已经掌握了开枪男子跟车辆，要追缉凶手。三立新闻张华明、陈嘉云评论报道。说到诡异枪击案，有志，你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据说也跑过非常诡异的枪击案啊，比这个还诡异。对，因为枪其实很多新闻哦都是播到一半而已，你知道吗？ 大家看到的前面一半，那我们看到后面是很诡异的一半。那像我那时候哦有跑过一个枪击案，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119，那很近嘛，那我就听到那个在呼叫说说某个地方有人被开枪伏击这样，那枪击案一定要先冲啊。那时候我摄影记者刚在旁边呢、我采访这一坐扑到现场，我跟你讲3分钟就到了。所以我拍到全程的现场，就我那个现场是什么呢？就一个人哈、躺在车子里面，然后那个车子那个窗子已经开到1/3，然后他躺在里面口血鲜血还在流，这还在流，不是说已经在那边已经拉封锁就死很久了，是会够你补了。那就喊得急救啊！照理说要赶快叫救护车嘛。当然。那119刚也报了嘛。那后来我想说119也快到，那我在现场就开始拍。最让我觉得诡异的是什么？因为枪击案通常我们以前拍的逻辑是这样，通常拍枪击案，然后我封锁线拉起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开始就有救护人员、警察人员看监视，不是在那边擦那个磷粉嘛，对吧？指纹啊什么，那捡弹壳啊，然后是很久很久，大概要1小时、2小时，老婆才会叫来嘛，啊，家属才会来，才说来靠干呢，我很奇怪呢。阿光，我刚讲3分钟，我够快了吧？对，他老婆已经在那边了，一摸已经搞完了，怎么靠？那人家警察哦，什么？那个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你觉得诡异点是老婆出现的太快吗？因为没有理由，你3分钟之内，他不是在车上哦，他是从别的地方来哦，很奇怪，你怎么可能马上知道你老公等一下要被开枪了？可能吗？不可能嘛。那我们第一跑车的记者一定要觉得奇怪的地方。那个摄影记者跟我讲说，这乖乖哦，因某无可能这么早来，那接到报案嘛，卡3分钟尔，那无代无钱，某就出来现伫遮。然后后来我们到现场就开始拍，然后后来没拍没多久才知道哦，边人开始跟我们讲，那个人吼可能是毒贩啊，开枪打他的是那个警察，总共6个枪，然后所有6枪啊，照理说就是咱电台在讲嘛，你像你做警察的，一般开枪拢开链呐嘛，对，啊个无就开 engine 嘛，对，那个六枪啊，有5枪全部打中他下面这边。有5枪，胸部这边全部拢讲，那这前面出门没回戏嘛？那他老婆又这么早到，那我就觉得奇怪，我就先拍了，然后拍，突然哈、有一个分局长就跑过来，他说有事啊，这条好卖血的，这条你卖走好不？我说为什么一条人命呢？啊，这个本来就要做，因为只有我一家电视台到现场，那他说你卖走了，我说不要了，这个是一条人命，这个、一定没有办法不做啊。然后我当然，我最第一个一定要先给他老婆，我就给他老婆一张名片，我说，夫人啊，这是我的名片啊，我现在就看到我给你蒙，我以为我干嘛怪怪。后来分局长呢跑到我旁边来，有事长这条，有事，那这条行不行？对，那时候就是他后来警察新闻稿，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警闻新闻稿。反正你到现场，我来看一下画面有没有你哦，没拍到你。反正你到现场呢。警察叫你卖博，那后来我就说北塞啦，这看来这个案子还是被爆了，不然我们就不会有画面嘛。一条人命无可能歪博啦，都爱博啊。那后来那个有一个分局长的有一个长官啦、忘记分局长还是副分局长，就跑到旁边说，有事啊，这条卖博啦。我讲为什么这条人命不能不报啊？他说因为我上个月有帮你们长官处理过一张罚单。有帮我们长官消单过，我们就可以不要报命案。那你这个人情你要还我啊？我说不是啦，人命跟罚单会不会差太多？我问你，那个长官消单是你去消的？不是啊，而且关我什么事？是你拿去消的？不是啊，我说那关我什么事？长官你要去找长官嘛，是哪个台哪个报这我不知道啊，你给我讲长官或者长官哦、我要还你人情，为什么我要还？他说我那媒体关系较好，你别怕派嘛。我说我被长官有消一张罚单，为了这张罚单。
啊，我就。那那个警察为什么那么怕？那个给没报嘛。然后来后来我摄影跟我就算了啦，行吧，那行可以吧，我已经拍了，没关系，那我们先回来嘛。先撤。我就说那我至少跟他老婆讲一下。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哈他是某一个分局的县民，一起算民。然后 他老婆是县民还是他老公？他老公是县民哦，老公是县民，他不想做了。那因为其实仁和知道警察跟县民有很多的合作方式，当然也有报县民费给的，有的书带他吃耶，然后用毒品去吃耶，也有人用毒品去养这个县民的。他知道这个小队太多不堪的事情了啊，但是他不做了，他想说我要洗手，我跟你们跳关黑嘛。就那天呢，就制造了一个咖车上有毒品，因为他是检举人家的嘛，啊警察已经被栽赃，他被栽就捷照，都供一席，一都是掐定有毒品，然后他要追他的时候呢，就跟他讲不要跑，你车上有毒品就碰撞警察嘛，一看到啊，这不就是你的我的长官吗？我懂得跟照啊，因为我知道我不想做你的县民了嘛，冲撞他一次，然后警察就有理由了嘛，因为冲撞，因为他有冲撞警察，冲撞远景，嘣的一枪，啊就往他前面都开，然后再往后巴库，他这那个巴库的动作是什么？逃逸。他要逃逸，所以他就有理由开蹦蹦蹦蹦五枪。这需要开到五枪吗？那就是要总共六枪，一定要他死就对了嘛。那是你被灭口了，对啊。对，这个在警界里面跟县民里面关系太普遍了。有次讲这个，我民国71年刚出来跑新闻，那我们跑新闻的时候都会背一个小包包，哎，就是背。那你也帮长官销单？不是，有一个刑警呢，他说：“哎，你这个包包借我看一下。”他只是把我打开而已。他就说：“我包里面这么多毒品，你包包里面有毒品？哪有毒品？因为呢，他打我那个拉链的时候，他其实手是扣好的，啊，他一拉链的时候就掉下去了。小修，竟然 gay， 啊 gay， 他因为他是你被栽赃过，你的包包里有毒品，他在跟你开玩笑嘛，说哦示范，对，他在示范说我的包包打开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毒品了，那我笑一笑啊，我说哦。”你才凶，我兄弟更清静，你还更毒品。啊，他也知道我在，他也知道。他是在示范说，如果警察要栽赃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后来我跑法院的时候，我就问法官嘛，我说，这个如果是一般人，你们相信警察还是相信百姓？他说一定相信警察。相信警察。那有这个诡异枪击案，这一听就知道说，那摆明了就是要灭他口，就是要灭他口嘛。绝对不止这很多件。那后来为什么我会再继续？就是因为这四个月哈，后来四个月后，检察官确实也办了，不过这案子后来无疾而终。但是因为我有给名片给那位太太，就那个毒贩的太太，那个四个月哈，他不断的骂我们，他说你明明那个画面如果你播出去，那个是不是你把它当作一个普通枪击案，你把它按照警察的新闻稿，因为毒贩冲撞警车，这样子就无疾而终了，我老公就白白的死掉，我那四个月受尽了我们身心的煎熬，我觉得我错放一条人命。仁和也有碰过诡异枪击案啊？不是枪击案，持刀，我刚毕业那一年哈。我在派出所，我在士林，那我学长接到一个报案电话，在阳明医院。嗯。阳明医院通报说哦，有一个受刀伤的男子。那我跟我学长两个去现场，那个男生哈，巴肚都要插一支刀。都要给他巴肚顶。哎，在巴肚顶管。哎，一支小武士刀，难怪我丘里啊。啊，在。这边什么鱼啊？丘里啊，一尺二的啦，一尺二的刀，一尺二的小刀，一尺二，长一尺二的。小武士刀，丘里啊，这丘能能寸呢？尺二啊，尺二，丘里啊，他以为笑了。我学长偶尔就跟问讲，我学长叫偶尔，我都问讲，啊你巴肚这个刀是向个你抬？嗯，啊他先跟我学长讲说，无啦，我是白输掉，心情歹哦，啊酒啉落家己切腹。讲到这勇敢的，这勇敢你啊，你家这个。家己白输掉，家己切腹。啊，酒啉无有准啊，家己切腹。啊，搁家己去就医。啊，家己去就医，啊，因为伊就医，这人可能冇经上手册、哦。他就医吼、哦，是医院通知，嗯，啊，通知就辖区要去嘛，啊，去之后，刑事组也来了，刑事组来一看就，你在骗笑哎，这个刀柄，嗯，这个刀刃，你就算左撇子，你都杀不到这个自己的地方啊，冇可能的，只有一个可能、哦那個、位置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看的，只有一个可能啊，你手扶着哈，哎、啊，让他拍进来了，就是讲哦，你在什么位置？在。右侧这个地方，除非你是这样子，按然后这样拍进来。边这个地方、啊。哎，所以刑事组一来就戳破他的谎言，啊，这个人他是一个色子的一个，不，
那我怎样啦？差叠加对不对？差叠加。除非你自己手再拍进来啊。那要怎么啊？这样子。啊，不可能嘛。有没有苦功可以啦？对啊。所以马上被刑事组拆穿嘛。啊，拆穿他就讲，因为这个是一个角头，设置的一个角头，啊，一就直接就问清楚，就那时候他们哈民情还蛮单纯的，因为你到底下面的事你直接讲啦，你这当然是无伤害你的性命无唔对，但是你这我来通报就麻烦嘞，你到底下面情形？后来他就讲说哈，他是因为哈延平北路那边哈有两个庙会哈，有庙庆，啊，他在庙会庙庆哦，他都会请一些当地的角头哈，你哎。有次偶然两度三度，啊，你顶头咧偶然一度两个，一个两个，啊，所以他另外哈还有一个在叫做吊桥，那个然后斗准头，就是现在的基和路那边。基和路啊。对，那边也另外一个角头，啊，已经庙公庆，公庆庙的公庆，就请了地方的角头哈，说啊，大家来共事，来这个庙帮忙，啊，来帮忙是晚上结束会喝酒要吃饭呐、啊。是。啊、吃饭，这个吊桥头这个角头哈。他的女朋友，这也不算他老婆了，就是基和国宅那个地方那个角头。对对对，他也不算他老婆，就是在一起的女朋友就对了。那个到店的啦。到店的啦，那就阿寿啊，出来敬酒啊。到店嘛叫阿寿。啊，每个都叫阿寿了。哦。啊，都四处去敬酒啊。啊，敬酒的时候就敬酒敬到设置这一桌啊。万点以上的话，第一个天理路滑，请系紧安全带。因为目前来讲，强者恒强，弱者恤弱，那一定会说，哎呀，我但是我手中猫，我足想要买，我无买挡袂牢。而且大家拢期待。是啊，大家拢讲今年拢赚24万，我无赚到，我这时阵要安怎？金融股可以，来看。这个吊桥头，这个角头哈。他的女朋友，这也不算他老婆了。就是基和国宅那个地方那个角头。对对对，他也不算他老婆，就是在一起的女朋友就对了。那个到店的啦。到店的啦，那就阿寿啊，出来敬酒啊。到店嘛叫阿寿。啊，每个都叫阿寿了。哦。啊，都四处去敬酒啊。啊，敬酒的时候就敬酒敬到设置这一桌啊。啊，这到店的较早是伫我诶401室里面有特种行业啊。啊。底下做妈咪耶。啊，所以妈妈桑。哎，大家都认识。啊，大家都认识，就进到室那个被。被杀的这个是设置的角头，狭隘个头，啊，然后进到设置的角头这一桌的时候，啊，那瓜笑脸那子来，啊，说来我顶个顶你，啊，酒后三巡，大家都喝醉了，他也醉在那一桌，在那个设置角头这一桌，啊，因到底呢，自己一斗，他也喝醉了，通通都喝醉了，啊，喝醉了这个设置的这个哈，这个个头哈，老个头就叫伊笑脸来讲，哎，啊，把你那手抓等你，啊，因那笑脸那哈，就把这阿叔哈，抓等个这个个头引到。对起来，跟他，带那个设置机的跟头引导。阿叔，我们就因阿姨的，囡仔听，阿囡仔听到讲，跟阿叔带等于就跟带引导去啊。哎呀，拢小手嘴啊！啊，因为吊桥头这个斗寸头这个，小手嘴啊！哎呦，这个夹唔着咯，是啊！因为今天吼，霞今天等于啊，回到家里，哎，那厝都等于卖用了，光一个省等于啊。无啦，小手嘴就个出去啊，你啦。啊，初期料吼，隔倒这个梁是结大了。隔倒料吼，就是这个渡船头这个角头吼，哎，结果无奈无回来呢吼。啊，太太中午过后回来，啊就甲问啊，你长啥东西啊？满脸笑容嘛。哇，长啥东西？啊就甲啪你啦，甲啪嘞，啪啪。就但是以前跟兄弟的没有被兄弟打的很少了，这种女人很正常。啊个啪了料，他就把事情原来讲出来。我长头去，唔知向家上去都位吼，啊电脑困啊你。啊有安怎？啊有安怎无？坦白讲，你若讲计要个卡过来讲个当个呢？啊有来伊就讲安怎？啊就这样。啊这样之后吼，那个设置那个角头把他等于是性侵了。现在讲就叫性侵了，趁他酒醉之后嘛。嘿，嘛惊少年啊，知影讲啊，这讲老大讲强奸就歹看，这传出去就歹听啊，因为传出去你当老大帮。性侵人家很难听的，那也是小弟的错啊，小弟有责任呐。啊，被小弟送货送错地方啊。第二个，被性侵的这个角头，他的女朋友被性侵，给小弟知道也很丢脸的啊。老大因受这种卡击，拢唔敢讲。两个都很丢脸。两个拢唔敢讲，两个准啊吼，家己卡到呢，这个就是现那个被性侵他这个老公的，不是这个到底呢这个渡船头这个角头打电话打到那个设置的那个角头那边个人，我带几人出百灵桥下讲。让自己两个出来讲，所以他们两个订高机在百灵桥桥下，啊，那时候有个足球场嘛，百灵桥下有个足球场，但是百灵桥下旁边那边，他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子，他说你这样子是吼，接着在一起团出去，我变他做人，啊，我娶了他大丁的人，我无和你甲安怎去？伊讲我嘛正歹做人，我甲恁某安怎去？我迄声在听到甲笑死，我敢哪敢讲？啊，两边就吵袂拢，伊讲我今麦变他处理，吼啊。
一方面讲，无我摆只喝头酒，因为喝头酒，无你叫你某娘，我家己安怎只？谁问讲啊嘛？没有，他有到底没有老婆了、啊、然后讲得不愉快，伊讲我是我的代志，跟我某些关系，哦、啊，然后怎么解决？没啊，两个就口角啊，口角，这个人就拿了一把那个小的武士刀啊，十二，哎，就口角给堵了去啊。啊，堵了一个酸啊、燥啊，那时候都紧张嘛，一杀下去也不晓得活还死，刺下去啊，那个刀不拔出来之后不会流血啊，那种刀很奇怪，我看到现场没有流血呢，他刀还在肚子的时候没有流血，他就抱着刀而已，因为拉出来才会流血。哦，哎啊，然后他自己就拦计程车，自己坐在阳明医院，让警察到现场的时候，所以到医院什么都不敢讲，他骗恭喜恭喜他，恭喜七百个呀，恭喜这个。所以这一次的诡异命案啊，不诡异枪击案，马木刚报案，马木刚报，这个必有难言之隐，必有难言之隐。